这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大圆圈是高速公路，现在往这儿看，这是县里的高速公路，然后绕围着这个大山绕了一圈上去了。你看这高速公路在云雾当中穿行，大家再往上看啊，好美呀，好漂亮，蓝天白云，高速公路在云雾当中穿行。